大家好，我是紫苏，今天是在叔叔家过的端午节，我妈现在还在外婆家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外婆家，好久没见她老人家了，自从外公走了之后，外婆一直感到比较孤单，平时我们比较忙，今天好不容易给自己放一天假，够好好的玩一下。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？好的。表妹要叫代驾，中午喝了酒。拜拜。对。你这里买一件牛奶。好的。有什么小孩吃的零食啊？拿件这个吧。电机车70元，小米5元。真的快要下雨了。那、你要走快点哦。闹贼。来了外婆家就喜欢看到外婆的笑容。那你哪有摸心啊？啊，你平时啊，哪里个上你可以就买摸心牌子？可以。我去砸死好。哇，现在的西瓜好熟。只希望外婆能尽快适应现在的生活，我们不能感同身受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有空多来陪伴。老妈，你在这里玩了，不想回去了。哎，玩就玩一个。本来还说去下面那个公园玩的，那现在又下雨了，又去不了了。这个天气说变就变。小心一点哦。好的。好了。你说说猪肝。好。现在几个姨娘又在准备放菜了。我过来没这里。这个是什么菜？哎，碎猪肉。我妈跟姨娘最开心的事就是做饭给外婆吃。每个人准备一个菜啊。原来中午姐妹上还有活动，打了个桶，做个菜。哎呀，姨娘又炒了一个青菜。啊。我去整点的。啊。别炒那个锅。感觉废妈，大叫了。现在我们要吃饭了。姐姐拿了台湾两边，吃饭。你忙着呗，还忙着。姐妹几个和老母亲开始茶话会了。住一晚吧。哦，你妹吗？哦，小朋友。你妹吗？住一晚吧。你说好啊。啊，鬼，这个现在上去给生下的。外婆想要老妈住一晚。其实如果是在以前老家的话，我妈是绝对要在外婆家住一个晚上才回去的。